いいか、見てろよ。えいしゃ。都怪你害我漏兵了，关我屁事。教双招杀他会不会很浪费呢？教个点燃吧。完了，点燃浪费了。真秀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阿哲，疯了这是，太疯狂。什么东西？花里胡哨！死亡闪现。哇，好可惜，点燃距离不够。这你敢捏进去的？来测试一下伤害。很好，伤害一出就对了。我在路上，挺住啊！OK。你怎么在那里？不过送塔也行。你给我死！人有点多呀，慢慢来吧。试着抢一下好了。Nice 呀，福珠！这狮子狗被我的大夏都提早惩戒了吗？主动踩夹子。大姐，你在往哪儿闪？
提问，你应该跳谁？回答错误。队友还有个铁男，我都把你忘了。那就别管我啊。你们闪现捏的可真紧。救命啊。该我了吧？哎呀，一晚了，这数值怪是不是能敲死？别烫死，别烫死！谢谢辅助，有点吓人呢。又来。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啊，别聪明了，这你还想跑？不跟你打。哎呀，什么剑，暴露自己的位置了。哦，没技能了，可惜了，就差一个 E。 铁男在，我还是别乱跳了。队友再敢这么放肆，狮子狗过去了，得了，那你没了。野生派克，阴他们一波，来见证一下刺客被刺杀的瞬间。皇冠都没破就想秒我，你想干嘛？想抢东西？啊，没死吗？哦，死了死了。二十七杀，可想应该还是得中退。血和盾盾好难杀哦。哎呦，皇冠没了，肯定要出事了。哎呀，真出事了。刚刚应该先买东西的。
啊，一个 Q 就够了吗？哎，你这怎么死了？神奇那个安静锤，拆之前再杀一个。三打五能打赢也是够神奇的。对面所有人输出加起来都没我高。みんなありがとう！ありがとう！